有消费调查指出，有 75% 的台湾人网购时喜欢刷信用卡，网购业者想抢客，拼刷卡金，拼回馈额度，绞尽脑汁厮杀。雅虎奇摩与中国信托日前推出线上钱包，去全家买东西扫一下 QR code 就能用信用卡付款。现在还有联名卡与雅虎奇摩旗下三大网购平台消费，最高可以回馈 6% 的购物点数，首刷达额度的人还有这个或这个可以带回家。十月最后的信用卡活动 ，Go Happy 跟花旗银行合作，刷卡回馈率最高有18%，但仅限每周三前200名在活动网站登入的人哦。而 PC Home 24小时购物中心合作的银行就有21家是最多的。东新闻没有信用卡好像很落伍报道。